去，唔俾自己著運動衫，我要強迫自己著去街衫，跟住去食 pizza 啦，然後就去 lunch。同你哋行下中間呢度啊，中間呢度最中意行呢度，但系咧如果你驚蜻蜓嘅話咧，或者總之飛飛嘢啦，你就唔好行呢度，因為係勁多嘅，同埋咧唔知點解朝頭早咧係好多。黐住，我唔知佢哋系咪交配咁啦，即系两只搭住咁样，劲多，多到系我有少少唔好意思，我好似入咗人哋个地头咁样样。而家就我而家望到嗰啲都系单头嘅，如果唔系想影下俾你哋睇都，好近噶，又食剩晒啲饭，你个住米大虫，啊？吃晒个面头嗰啲鱼啊，跟住就唔食个饭啦。佢哋咧面头我系会落少少，好似木鱼嗰啲鱼俾佢哋，去引佢哋食下边嗰个饭嘅。但系咧佢哋就会好奸咁样食晒面头嗰啲，然后就食剩下边。你咪曳啊？系咪拣食啊？系咪拣饮择食啊？识唔识呢四只字啊？喂！他这个就是逗人玩的样子，还是逗打啊？不行啊，我要洗手啊，要消毒啊，次次都有些迷路 feel， 这个商场真心不好行，是不是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呢？我平时 weekday 来是没什么人，但是今天的游客我想是多五倍。我未 check lunch 喺边，一阵入去可能又要迷多一次路，但系而家食咗嘢先，好肚饿。跟和奶睇下今日有咩甜品，但系其实我已经谂咗要食咩噶啦。你估我想食咩？Lemon tart。你估我想食咩？我谂紧食呢个定系食呢个咧？睇埋先，睇埋先。Eclair 我都有吃過啊，是好味的，即係呢個都好味嘅。點解我覺得嗰啲甜品個 size 好似細咗少少？哎呀，有 peach 啊！咁我要食 peach 啊！因為咧聽講日日都會有少少唔同嘅，但係呢個都係我勁想食，但係咧好似太飽啊，留翻再下次先。我哥今天食 pizza， 你估我食边个？我又系谂定咗噶啦。我上次食呢个劲好味，睇埋呢度。哇，呢个好斋喎，劲清新喎，好似。睇漏眼，我喺网上边已经睇到 tiramisu 嘅评价啦。tiramisu 呢个好大啊！勁吸引啊！我一定食得曬㗎，但係，咦，有得就咁食一兜車厘子喎，咁得意。呢個地係幾靚，不過今日勁多人，有點嘈。我而家坐住吧台先，然後就等我角落頭我最中意嗰張台。啊，佢好似走咗。我第一次嚟呢度咧，係咁 noise 啊！好彩我 request 咗呢個角落頭位。都叫靜少少，如果唔係喺中央嗰度咧，就真係不得了。好，我哋而家睇下，我今日個銀包係啊，點解要特別睇下呢？因為今日個袋比較細，我換咗一個細銀包。咁咧，因為我要攞呢張嘢出嚟，呢、這個就係我個細銀包。呢、這個銀包咧係俾好多奇異嘅眼光歧視過嘅。你見到佢個樣啦，但係嗱，你應該估到呢個係一個 design 嚟嘅，係咪先？即係佢唔係真係咁樣樣，但係咧，呢、這個牌子啲嘢就係咁樣樣噶嘛。同埋呢個銀包好多年啦，跟住咧，咩嚟嘅呢嚿？鋪頭嗰啲價錢係啦。咁呢個銀包嘅好處咧，就係佢勁扁啦，有普通黑色銀包啦，同埋佢本身都係玩呢個殘嘅路線，咁我就可以租質佢啦。但係咧，好多時拎出嚟咧，啲人就會話。哎呀，你个银包做乜嘢啊？哎呀，你个银包系咪烂定乜嘢啊？即系哇，系又系，你知道我最怕人烦噶嘛，烦到一个点啊！
每一次拎個銀包出嚟，咁所以咧，其實我好深愛佢嘅，但係佢就有少少被打入冷宮啦。好，我哋望下，其實佢喺邊咧？哦，佢喺 Art Mall 啊 ，Art Mall 唔喺呢邊喎，呢邊 Museum 喎。但我有預時間俾自己行嘅。呢張係咩咧？呢張咧就係、是。我前嗰排去 Lush 買嘢咧，跟住嗰個男仔話：咦，我哋就嚟開幕喎！其實我梗係知啦，因為我會嚟啊嘛。跟住佢話：我俾張券你，可以攞禮物喎。但係咧，我因為咧，我嚟開幕應該會，我估我會有少少嘢攞嘅。跟住我再攞呢張嘢出嚟，再問人攞啲嘢，好似好貪心咁，所以咧我就佢俾呢張嘢我嘅時候，我就好啊咁啊就攞咗。其實我是應該送給人，送給有需要的人。哇，有四件東西的，這個是我很喜歡用的，這個是沖完涼之後你即還未出來的，然後呢你就搽一陣在身上，然後輕輕沖走它，即不用太勤力地沖，它就會好像、已經搽了 cream 那樣整身，而且它是有薄荷的，所以它是涼涼的，就會很爽夏天。總之呢個就係、是、都係我中意嘅味道。哇！呢幾支嘢都正，我一陣間再搞。嚟咗啦杯嘢，呢杯嘢係我自製嘅，因為咧佢哋有一杯叫做薄荷奶嘅物體啦，應該少啲人叫我諗。咁然後咧，我上次就叫咗個杯薄荷奶，我再叫咗一 shot 咖啡，跟住我將佢哋兩個倒埋一齊，好好味。跟住我今次同佢講，你可唔可以幫我倒埋先上？因為我可能會倒瀉。因為我上次是倒瀉了一點，我是浪費了一點咖啡，然後他幫我弄了一杯這麼漂亮的東西出來。 Oh my god， 我是超級肚餓的，但是呢食物吃東西喝一道我衝了入廁所，為什麼呢？我剛才 feel 到我右邊的 bra 帶脫了，它不是那些、跌了下來的脫，即其實呢，如果你是男仔你未必知道，有些 bra 呢個 bra 帶是前面和後面這樣扣住你的 bra 的，即是你可以拆了整條帶出來的。那我今天這個就是了，然後我 feel 到我後面扣住那一 part 脫了，即刻衝入廁所，但是我心想著好肚餓好肚餓，即是不是很捨得了，太靚了我不捨得了它、一起喝蛋吧。所有人嚟都跟我飲呢杯，你要同佢講嘅，但係真係好好味。搞翻掂曬所有嘢就可以開始食 pizza 啦，真係好肚餓啊！咁咧呢個 pizza 我都係好中意食嘅，咁同我最愛嗰一間 Fiatta 有咩分別呢？分別就好大。嗰邊咧就係、是、拿波利嘅 pizza 啦，佢個底咧係好 chewy 嘅，即係成個面團係好 chewy 嘅，跟住中間咧係超薄咁樣樣，熱辣辣咁樣就拎出嚟。咁呢一個咧佢係方形嘅，而個底咧係 focaccia 嚟嘅，即係一個比較輕盈啲嘅包包底，就唔係煙韌煙韌嘅，係輕盈脆脆，然後好多橄欖油。其實出邊都好嘈，不過太熱啦，香港真係。好多遊客。好舒服啊！嗰啲梳化位，試日甜品，今日揀咗呢個意大利嘅 cannoli。咁咧，頭先都見到有好多款啦，跟住臨尾俾我見到今日有 peach， 好似清新少少啊。係啊，其實咧，我見到呢、這個。開心果是受歡迎的，但是我就不是開心果控嚟嘅，所以 try try 呢個，我覺得可以再好味啲。個 peach 同埋個 cream 係好味嘅，但是咧外邊嗰個殼咧佢唔夠鬆化。忌廉桶好味啲啊！我哋香港嘅忌廉桶，我真心有唔捨得，飲到最尾一啖嘅時候，
有冇發現我坐過咗一格呢？因為出面係咁喺度影緊相啊！呢個女仔同埋佢個男朋友定老公定咩？呢個位係會俾佢影曬，所以我就借一借過。去 Art Mall 嗰邊係咪要落翻地鐵行過去呢？我估係。點解咁長嘅呢個 mall？ 我行咗好耐，我由嗰邊行過嚟，我行咗好耐。點解行極都未行完？好笑喎、啊！這個你咁嘅嘢 sell 辣喎、啊。咦？呢、這個牌子啲嘢又靚又好用嘅、啊、喎。因為我有用過他們幾樣東西，那個洗手液有一個是 Honey 的洗手液，是勁香，而且洗完手是超滑的，而且它是 sell、即好像小朋友都很適合用的那樣，很漂亮的東西。咦，但是我是去的 Lush 的，都是 body product， 算不算 competitor？ 都不算， style 都不同。好，在二樓，在二樓真的很少來 K11 行街，原來這裡有間 Midwest， 然後對面這間 Workwear 我在銅鑼灣都有買的，很易有東西適合穿的，你去看看，有空是 B2 不是2，多數的人呢整親手呢是整親一邊的嘛，即是打石膏啊，或者有個東西包住那些啦。跟住我剛才看到有個女仔，咦咁慘啊，佢兩邊喎、啊。跟住我望多陣，啊唔係啊，佢件衫個 style 係咁，嗰兩隻袖。我剛才咧好低 B 咁，因為我懶得拎個嘢出嚟望下係邊一個鋪位嘛。跟住咧我低 B 咁嘗試用個鼻咧去揾呢間嘢，因為多數在附近都會聞到的咁樣樣。哎，最喜歡這個薰衣草系列洗面產品是好用的，我現在用的綠色這個，不過就是在這個樽裡面，左邊這個 Fresh Face Mask 都是我不斷continue 用的，跟住勁中用呢個味啦，夏天呢、這個東陸 at me 係清新嘅感覺，佢有少少沙沙地，但係咧又唔會磨到塊面好鞋嘅。咁如果你想潤啲咧，就係、是、呢、這個朱古力呢個 Lan Coco 係咪啊？係個名喺對面，係啦。玫瑰這個呢個咧，佢乾咗係會變乾嘅。即係你打咗上塊面度咧，佢係會變乾嘅，少少 clay clay 地嘅感覺。好靚啊！啲 postcard 係再做紙喎，係咪啊？係老師。係啊，再做紙。牛奶牛奶黑同咖啡渣做。牛奶黑同咖啡渣。跟住明音咧係。我剛才搣咗嚟聞，咪就係 Lush 嗰啲味咯，係咪好廢啊呢句嘢？即係，等我聞埋啲綠色先。喂，我熱烈推介呢個黑色，呢個係冇味嘅，呢個係好潤好潤。我夜晚瞓覺之前都會搽呢個嘅，或者搽Kimchi 嗰個啦。跟住咧，嗱呢個刷牙嘅粒粒我係唔中意用嘅，佢哋曾經出過一個，我唔記得咗係。刷牙粉定乜鬼？總之嗰個係好正，但係 discontinue 咗。點不知咧，我突然間見到有呢個 toothpaste jellies 喎，呢個係我未見過嘅喎，唔通又係新出嘅？我都話我係真實買家，呢袋就係信嘅。跟住頭先講嗰個贈品咧，哦原來係咁樣細細幾個 sample 嘅，咁我唔俾人啦，我自己要啦，俾人都太少啦，好多人。人群恐懼發作，我現在在 cashier 的 corner 覺得很舒服和很安全，不過我有望一下，咦有沒有美女呢，咁樣細心及下他們。現在的妹豬有些都挺漂亮，我想說 有店員都挺漂亮，自己來看看。
我帶住呢個走咗，我而家行翻翻轉頭。Hello, I'm back。啊，個鼻好努力咁樣聞喎，聞下你去過邊先？尖沙咀？咩係尖沙咀啊 ？Hello, I'm back。你個鼻都好努力喎，聞唔聞到啊？尖沙咀嘅氣味啊！介紹翻，今日係著咗新衫嘅。依件 boyfriend oversize shirt 係 boy 到可以著裙嘅，同埋我呢個係大 size， 呢個係二號 size。Still house。好啦，又嚟呢個開開心心嘅 unboxing time， 耶！每一次都消費，每一次去 event 都消費，就是因為我只是去我喜歡的地方的 event， 所以我本身都是會消費。這個呢就是媽咪的，因為剛才說送小盆栽我聽到已經因為呢我是養乜死乜的人，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是的，但是呢我媽咪呢就有種這些小盆栽，那我立刻拍給她看，叫她選一盆，她呢就選了這個紅色的。剛才那裡多數是那些肥嘟嘟多肉那些，跟住佢就揀呢個鬆鬆地喎，係咪啊？個泥土，我點樣幫佢整翻實咧？定係佢自己整咧？唉，我都唔識啊！擺出嚟先，我有啲驚。唉，擺埋喺我呢、這個station 啦。你唔會知道我講咩，因為咧你哋而家即係個電話咧，我係擺咗喺個 Ralph Coffee 嗰個月餅車車嗰度嘅，係啊，好睇下我買啲咩先。咁咧，首先咧就係、是、銅鑼灣 Lush 店員俾我嘅嗰張券。咁咧嗰張嘢咧就係、是、原來係送四個 sample size 嘅 product 嘅。然後咧 ，Blue House 嘅包包，睇咗我買嘅先啦，好唔好啊？這個就是我買的鐵罐， Lush 的鐵罐很漂亮的，這個就是他們的 Halloween 罐，裡面是沒有東西的，裡面是空溜溜的，你買的時候應該裡面都是沒有東西的，鐵罐多數都是就這樣發售的，很漂亮。這個是我放在家裡的一個裝飾品，放在個完全不襯屋企的空氣清新機上面，令到它好像又襯翻啲喎咁樣樣。咁呢個就好好啦，呢、這個形狀是正正常常啦，就可以擺到嘢啦。Halloween 個我唔擺嘢噶啦，真係齋做裝飾嘅。然後咧有啲 hippy 感覺啊，有啲花花啊嗰啲。裏邊咧就係、是、我今次買咗嘅嘢。咁咧呢個 Lush Lashes 咧就係、是、回購嘅mascara， 因為我覺得佢 mascara 好用。唔易溶，係啦，即係我搽咗成日，哎呀，做運動咧又剩又熱啦，呢度都冇嘢嘅，係啊，所以呢個係 good。其實咧，佢哋新出咗一個Naked 系列啦，咁但係我唔敢挑戰啦，因為我就係會做運動同埋出去熱啦，我驚佢會溶，咁所以咧用開呢個冇問題，就繼續買呢個算啦。跟住我就買咗呢個蠟燭。因為我係會點蠟燭噶啦，咁同埋佢呢個係冇基因改造嘅大豆，係比較安全嘅。咁咧，貓貓都應該係好 OK 嘅，同埋佢係 sleepy 味啦，就係、是、其實我好多嘢都係 sleepy 味，就係薰衣草味啦，用嚟做屋企或者睡房嘅味都係好啱嘅，因為佢就係好 relax， 同埋會令到個地方可唔可以叫佢少少公主 feel 咧？即係總之靚咗咯，呢個係一個靚地方嘅味咁樣樣，薰衣草。咁咧我就買咗兩塊 not wrap， 呢塊咧就係、是、有好多 happy happy happy， 全部嘢咧只要你整個樣上去咧就會得意噶啦，你明唔明我講咩？所有嘢整個樣同埋整兩個紅色胭脂上去咧就搞掂噶啦。然後咧就買咗呢個有咩特別咧？呢個係。有一個黑人
女人係佢係咪黑咧？我當佢係黑啦，即係總之深色啦，係啊，好靚啊，健康膚色，誒佢都有誒、淺色少少嘅女人嘅，其實係啊，依個係淺色啲嘅，但係我係睇中咗呢個喎，好靚。咁咧呢啲布咧誒。如果你拿它出去 Lush 你去買東西你就可以叫它不用紙袋然後用個 Knot Wrap 綁做一個袋子讓你拿走啦又或者這個布用來鋪著來拍照也很漂亮啦我上次去沙灘呢我就是因為我不是睡低那隻嘛我是坐低而已嘛是啊我就帶了一塊去其實就是剛剛好的你的人可以坐在那裡而且、如果你的袋子不是超級大啦是啊就可以撇上去這樣咁另外咧，我最多用咧就係、是、其實係用嚟綁頭嘅。咁但係用嚟綁頭咧就好講佢個顏色啦，因為嗱，譬如呢個咁樣樣，我將佢卷卷卷卷卷，誒 hea 卷啦，係啦，卷到去個盡頭突翻出嚟嘅係咩色咧？其實你去買嘅時候咧，你真係要現場卷一下咧，你先會知嘅，你先會知嘅。咁呢個係呢、這個就係、是。橙黃白咁樣啦，哎呀，卷到個女人出嚟噶 ，I like， 因為頭先嗰度太多人咧，我就費事喺嗰度搞咁多嘢啦，係我就冇做到呢個動作咁。不過呢個就唔同啦，因為呢個成塊都係同一個 pattern， 所以佢即係佢卷完都會係呢個公仔咯。但係呢個綁頭會唔會太激烈啊？因為佢成條都係白底熒光色，好似有啲。太興奮了，會唔會啊？誒，試過先知，係不過好多用途嘅。但係你買咗一塊之後咧，你就會跌落坑，你就會 keep 住買噶啦。我而家有一個櫃桶係用嚟擺 knot wrap 嘅，一個定兩個。咁咧就誒，佢哋啱啱嘅 event 咧就會送一個禮物啦。咁又係有塊 knot wrap 好正啊！呢塊我冇啊。即係呢款嘅顏色同埋呢個花，係啊，呢個 style 嘅 knot wrap 我係冇嘅，咁所以我就揀咗呢一個。然後咧，睇下裏邊係啲咩先。佢有輕輕講過，但係我唔記得咗，都係要打開望下。event 咧，如果爆場咧，即係好多人咁，好熱鬧咁樣，咁咧個公司個鋪頭個老細就好 happy 啊。但係對於我嚟講咧，我嗰啲人群恐懼症咧就會開始慢慢滲出嚟。哇！甜爺爺有呢個 sticky date， 誒係咪真係紅棗味咧咁？好甜啊！哇，甜到糖漿咁樣嘅味喎！因為咧，佢嗰個甜爺爺嗰個味道咧，爺到我聞到我sandal wood，我攞嚟試下沖涼，睇下會唔會沖出sandal wood嘅味道，好甜啊！可以攞嚟沖嘢飲，跟住另外呢一個咧都係好甜，呢個就係香港 special 月餅 bath bomb， 都係甜味嘅，係啦，甜味同少少香料味咁樣樣。好，拆曬啦，咁我而家就執嘢啦，換衫啊，洗手啊，剩食啊嗰啲啦。吃下 Blue House 的包包，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多謝你收看，記住 Like 啦、Subscribe 啦，按鈴 Notification 那個鐘仔啦，找我塔羅啦，找我做魔法儀式啦，還有找我開 Akashic Record 啦，有人 message 問我魔法儀式做什麼樣，其實呢你是來的，即是你來做的，但其實做的是我做的，你都是坐在那裡的，那呢做來做什麼呢？那其實我的 post 都講曬的啦，你去我badblood.magic look 下啲 post 就有好詳細咁樣講曬，其實咧好簡單嘅 love spell 就係用嚟吸引 love 啦，
即係 any kind of love 啦，唔一定係愛情嘅。你想人緣好啲都得嘅，或者修補某啲關係啊、成成啊，或者 self love 啊都得嘅。咁 money spell 就係吸錢啦、吸資源啦、吸機會啦。lucky spell 就係吸運啦，所有嘢順利啲啦，或者你有特定嘅一件事都得嘅。即係譬如哦，嚟緊咧要考車，或者我嚟緊做呢樣嘢要成功呢、這個 project， 或者我搞呢個生意想成功成成，或者我要揾地方租，係啦。有啲人係為咗特定一件事嚟做 lucky 嘅都得。咁總之你唔知做乜咧，你就 message 我，然後講你個狀況俾我聽，然後我就可以建議你做啲乜嘅啦。因為又會有啲人問我，咁 new moon 嚟做咩啊？咁樣樣咁啊 ，new moon 嚟許願嘅，同埋用嚟疏通一啲塞住咗嘅嘢，或者係開翻啲路咁樣樣。咁 new moon。就是每個月的一個儀式，就是我自己一個人做的，那你們是不用出現的，是的。總之有些什麼都是電話再說啦，我不收 DM 的，是的， WhatsApp 或者 Signal 9768-5388，拜拜。這個月餅 station 啊，我先放著它在這裡。